全部冇不准备妥当，八场赛事三班千二，大热系四，王琦居益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时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闸嘅马就开心威龙快啦，中间系识赢啦，内栏仲系时时欢呼啊，再见到第四位啦，外边位置胜得出色，中间第五咧，红衫出就唔算好快，电器骑士上翻系第五嘅，后边嘅第六位啦，仲有粉红衫嘅骏王星啦，内栏好玩福星啦，出边位置仲有过河竞卒啊，尾三包装必胜，咁啊尾二就好运宝马，内栏暂时包尾系骏天使嚟噶，咁啊转紧弯嘅时候啦，前面开心威龙就抛嚟一个身位啦，胜得出色。就咬住第二啊，再后边嘅第三位系识赢啊，第四位绿色衫埋边啊，时时欢呼啊，中间第五仲有电器骑士啦，后多层啊嘛，好玩福星就黄毛走入边嘅，攞出去嘅马啦，先见到有过河竞卒大外档系包装必胜啊，斗到嚟最后三百啦，开心威龙抛嚟一个身位，胜得出色，逐步追紧上嚟，中间有一对绿色衫时时欢呼，外边粉红帽仲有识赢一齐上紧嚟，大外档系包装必胜啊，最后百零米啦，胜得出色啊，透出中间位置。时时欢呼上紧啊，外边啊识赢，内栏位置仲有开心威龙接近终点啦，胜得出色依然系占先，时时欢呼跑第二啊，第三名嘅马啦就好接近啦，埋边开心威龙，咁啊四号外边咧就嗰只识赢啊，咁啊结果呢场赛事呢只胜得出色一路啊占先，而时时欢呼咧冇换脚啊，今场都咁啊冲翻上嚟跑第二、第三名，好似开心威龙机会大啲，要影相啊，外边四号系识赢。六号嘅胜得出色啊，临尾都落飞啊，十倍巴道啊，反胜翻呢只一号啊，时时欢呼田滩第二啊，第三名咧十一号啊，放头就开心威龙潘明辉，第四咧先至四号嘅识赢啊莫雷拉，又估唔到胜得出色咧，今次又系摆前面走啦，虽然步冲唔系好快嘅啫，唔系你哋唔走喎、啊，见到巴道望一望，咦冇乜人上嚟，佢系拱前啲咁啫，识赢又选择啊留后少少啦，你再望身嗰啲掹住添起步咯，电梯骑士系啦，上咗嚟又掹翻住咁。隔两个礼拜再出胜得出色又赢啊！临尾都有十倍啊，虽然着咗六格，我个个都掹住啊，潘顿就掹咗落去添啊，早段时时风风临尾咧都好多飞啊，27蚊啊，胜得出色啊！睇下话会唔会整个同库马三宝啦，咁啊稍后有一只啊大红袍啦，尾场就包装长胜啊，呢只灰马嗰日咧胜得出色赢咧嗰日。佢系咪三宝咯？今日就今日会唔会啊？先赢呢只先，下一场烈风啦，尾场出三只啊。系哦，今日都全面出击噶啦，佢一而家两边三个第二啊，蔡汉。咁呢只好分啦。呢个做咩啊？莫雷拉嚟噶。系、哦，我件衫系莫雷拉、哦。一间再睇睇啊。好，呢边有十倍啊，胜得出色。只马而家仪仗马带翻嚟嘅，喺对面直路嘅。好，我哋先睇咗第八场嘅巡逻影片先啊。莫雷拉嗰边咧，稍后再同大家补充翻。电器骑士慢咗少少啊，起步朗两朗咧，出闸咧就论尽啲，放到前边可能就有啲计噶啦。结果要跟马跑。開心威龍就快過佢啦，順走咧翻嚟都捱到個第三喎，咁啊識贏啊第二啦，出邊就勝得出色咧，順勢俾兩步上前嘅，時時歡呼個位啊正啦，第五位就電器騎士啦，後邊進黃星過河競卒就走外邊嘅，尾四貼欄好運福星包裝必勝今日留住跑喎，仲有一對馬嘅進天使同埋好運寶馬。咁啊，賽前諗住快馬多啦，咁啊，結果跑落只只都唔願走，咁啊，結果開心威龍出閘順利，得佢一隻上前帶。咁啊，勝得出色都精噶啦！一見你哋個個捉我，咪走埋上去吸埋你二碟咯，壓住個好位。結果佢係贏咗依度啦。咁啊，莫雷拉又好少早段咁文靜嘅，咁啊順勢上前又唔會話拱幾步跟前啲啊，或者主動放。咁啊，結果蝕喺第四位，啊一冇咗條欄放喺度，差咁遠嘅。咁啊，時時歡呼啊，都叫做跑啱位啦。不過係直路騎落去就係都唔轉彎就正腳出嚟。咁啊，潘頓嗰只冇辦法啦，排外仲焗住縮粒比較厚，咁啊，但直路騎落去咧，佢都濕過幾多濕地噶。咁啊，嗰只電器騎士抹咗佢啦，出咗慢半拍又唔話，又唔走翻上去，轉彎喺度鬥。睇埋分段時間啦，頭段23秒86，第段22秒02，末段23秒1啦，完成時間1分08秒98啊，萬國同萬國標準時間一線到。